心情复杂。这每队都完全不一样，每一队都不一样。嗯，还是张硕最有意思。你真的把我逗笑了。他很爱他自己。哦，真的太有趣了他。他们三队在被画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傅首尔就是很可爱，就是说，我觉得画家都被他聊得无奈了已经，然后就很能形容。我觉得老刘对自己不是很了解，他虽然一直在说傅首尔什么正常正常，但你看说老刘的时候，老刘一直在我这儿是什么样的，我脸上什么，就他得摸摸一摸，他可能对自己也不是很清晰的感觉。他对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不是，对，他对身边的都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好像他平常讲话就一直低着头嘛。对。但张硕对自己的描述都是自信满满，很好的。但是你看他描述睡睡的时候，很准确的，都是包括他的脸型啊，他的眼睛啊，他的鼻子啊，都是很准确。那说明他知道如何正确去描述五官。不是，我觉得老纪跟老刘都应该跟张硕学一学，对，把自己放轻松点，更欣赏一点自己，这挺好的。还有睡睡。哎呦，他说他求婚就是喝醉酒拿了一个 Harry Potter 那个他设计的戒指就求婚，他又哭了。对，其实他设计戒指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蛮好的，是，但是他最后给的那个场合，他说的他刚喝完酒回来，对，就是说正好那个戒指买到了，正好到了，他就拿就草率，就你前面其实你准备戒指已经很好，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布置一下？可我觉得那个求婚啊，他的那个前半段和后半段是一个隐喻，就是在他结婚前和结婚后的态度啊，对，结婚前那个用心，然后要去理解他喜欢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去为他做，是的，好，突然之间就喝高了以后给你，真的，就是好好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能够把它给搞砸，对。他也没有，你要说他有什么恶意，他也不是有没那么多恶意。但我经过这个画画，我知道睡睡为什么喜欢他了。他们其实睡睡说，他说那个张硕是乐观，是无忧无虑，还可爱单纯。对，我其实也很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就这种性格人他是可以给你阳光的，没有压力。对，他会让你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的，我们都可以挺过去的。但是张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没有吧，碎碎的需求看在眼里。对，因为他太乐观了，他太无忧无虑了，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老胡怎么跟你求婚的？我没有求婚的。OK。那怎么求婚的？我已经。都放空了。你好，你讲你会怎么求婚？如果是你，我没求过啊。我知道，我说如果你有一天，你看起来应该蛮浪漫的。你想怎么求婚？我觉得求婚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觉得倒不一定要说，一定要什么样的仪式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他可能要有一种感受。对，我自己认为求婚应该是结婚前的最重要的一次表白。好浪漫。对呀，对呀，就是他应该是那个你们互相之间内心有那样一个感觉了，认定彼此。对，可能不一定要有朋友参与，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要被记录下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是。哎呦，这个怎么办？我以后没有办法跟小孩讲，然后真的讲，你爸爸没有跟我求婚。十年的时候，你再叫他求一次婚。啊，有道理，重新来。但我们打算明年是我们结婚十周年，我们是没有拍过婚纱照，没有婚礼，没有求婚。但我们打算明年就是找那种就最传统的照相馆，去拍那种带小孩你什么一起的那种婚纱照，留一个纪念，十年的纪念，是要的。我觉得张硕他应该要，他自己也知道草率，他应该要重新，因为他们反正也还没领证呢。关键是他自己知道，他其实说的 我欠他这个，我欠他那个，我欠他这个，可他都做不到。张帅其实他遗憾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通通都是可以来得及再补救。对，很多人的遗憾是来不及补救的。然后他不做，在每一个人面前都好像很遗憾。我了解。那我也在想，就是一种可能，因为睡睡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其实他之前的时候他还像一个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对，退化。但是后来结婚之后就开始往回走。我觉得有可能张硕在他结婚之后的那几年里边，他的事业发展其实并不顺，因为他大学的时候他是拿过奖的，好像当时他是有点像学校的风云人物。对。但是后来你看睡睡的描述，就是他天天打游戏，就在家里边就很颓的样子。
反倒是好像睡睡是一个在打拼然后去赚钱。我觉得有可能对张硕来讲，因为他显然是那种被传统的男性形象压得很深的人，就我好像不太能面对我自己。那你去做呀，他才30岁。可是你知道吗，最后讲那句话，他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找回那个他，就是我去找啊。不，我觉得他说完他就忘记了，他说完他就继续无忧无虑去了。就我们都看到他不做，但是他到底是多大程度是说他出于自己的某种就是我懒得做，还是说他有可能也想做，可是他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力气。对，我现在有一点分不清。而且另外一个线索就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喝酒，他的喝酒以及他玩游戏，游戏和酒精都是立刻就有多巴胺，我就会觉得很好。对，但人获得这种即刻的正反馈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也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循环，就但是我可能不会去做一件可能我需要持续投入一段时间对才能获得正反馈的事儿。所以他说他没有进步嘛，他现在追求的就是比如说我做一点事情，我说我要对睡睡好，然后马上就有人夸我、嗯、他要的是那个感觉几秒钟之内就有反馈。哎，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子，他就他没有办法忍耐那种痛苦，因为你有成就自己是要经历痛苦的嘛，每个人都是要付出的嘛。像那个老纪就是付出太多了，他好紧绷。那他为什么自我评价那么低啊？就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吗？对，他本身的那个标准就很高，对，是在那个标准下他觉得自己只有6分，我觉得匪夷所思。张硕7、8分。不是，是不是他的另一半年纪太小了？他们才差10岁，也没有，他们也葛丽跟黄老师也差11岁啊。你有中年危机吗？我那时候就前两年，然后那时候去如今他们家吃饭，因为那时候刚好聊到在录一个节目嘛，嗯，我说我那个节目我录到最后几期的时候，我发觉我必须要写稿，记不起来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上台演讲也好，辩论也好，从来不写稿。哇，那你会写个提纲吗？用背的？不也不背，就即时反应。对，就即时反应。而且我是讲实话，我有十足的信心，在我讲完上半句的那一刻，下半句流进脑子里，知识储备足够。对，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录的后面几期的时候，我第一次发觉我做不到了，就是我讲完上半句，我居然下半句没进来，那时候是非让我是非常害怕的，空白的。我知道讲水磁塞，可是我自己知道那不是我要的下半句，是。然后以至于我得写稿。我说我其实第一次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我吓到了，对。然后就如今在旁边哭，他说徐浩你老 ，Oh no。然后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植中你要加油。你不要放弃啊！写一个好故事。然后讲完以后，他就回房间，然后葛丽那时候也在客厅。他说：“你别听他讲。”对对对。你别再什么越挫越勇，你别再当什么大魔王了。你要做的是，你坐下来，学着当配角，学着给人家打光，哎呀，学着当绿叶。葛丽好有智慧哦！你现在如果不学着坐下来，你就会趴下来，你就会倒下来，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种。对，他说没有人要再看你当主角了。我听了我不服气。当然啦、啊、会气啊。我那时候就看着他，我就说我天下无敌啊，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辩论天下无敌啊，我是真的这样讲，因为我们自己人，我很老实。很老实。我很老实。他讲的是事实。就是因为我自己当选手的时候，我打400场只输过21场。厉害耶。你知道葛丽怎么讲，他那时候坐在那边听我讲完这句话，因为我有点激动。嗯。他就看着我，他说对。你曾经天下无敌。嗯。你知道葛丽跟我差10年，就是我曾经也是他眼中认为最不灵不灵的人。然后我自己打以前打比赛的时候，他几乎每场都会去，他是为我鼓掌鼓最厉害的人。然后当他说对你曾经天下无敌的时候，我就完全可以接受了，我服气了，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大魔王，我就说没有问题。所以黄老师，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已经是很幸运的那个人了。郭老师觉得呢？没有，我觉得黄老师是属于天赋性选手，然后我觉得我不是啊。你是啊，我真的不是。你是啊，我觉得我是属于，因为我有危机感，我害怕，然后我就会去比别人做的更多。所以你像老纪对不对？就是你其实心里边也有一个理想的要自己做到的那个样子。对啊对啊，我的人生就这样。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做音乐，是因为我爸妈，因为我从小讲话声音就这样，是哑的，然后他们说，你这个嗓子，哎呀，就不要唱歌，不要唱歌了。
我说为什么你们能唱我不能唱？对，然后我就做了歌手。然后我到唱片公司要跟我发唱片的时候，然后做到一半停掉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老板觉得之前收来的歌都不好听。我说那是不是有歌就可以了？他们说对啊。然后我开始学会写歌了。那你也很厉害、啊，就是好厉害。所以我的人生是这样进阶的。你想学就能学，就是天赋型。没有，我自己一直认为我最强的能力是学习能力。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学习能力强的人有一个优势，就越老越厉害。因为不断的学习啊。因为我也是刚过四十岁嘛，所以那个过四十岁的前一段时间，其实是也是会有一些焦虑的。就是以前在学校里面考试，然后这场考试是90分钟开卷了，前面你是不紧张的、啊，这就是人生的开始啊。嗯。但是做到最后10分钟的时候，老师说还有最后10分钟要交卷喽。然后很多题目还没有答完，对，我觉得40岁真的会有这个心情，对，好像你需要做减法，就是你不能把时间再浪费在其他那么多事情，你只能选一些自己想做的。对，要做减法，因为你的心力跟体力跟脑力的分配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是，我很同意格力的看法。嗯，我觉得40岁之后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以前都是说什么就是我可以啊，嗯，你可以，我也可以啊，对啊，我可以啊，不行的，拼了。是，但现在我觉得40岁以后要学会说，哦，你可以，那你来，哦，对，那我就不要了，放松一点。我在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过几岁生日？我去年是37。你才37，是很年轻对吧？但是我接下来你听我讲一个非常老年的一个，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节目的导演组他们在0点的时候。就给我发祝福，嗯，我到了早上7点过，然后我才起来，看到他们的祝福，然后当时，那个导演说一句话，他说，李老师在生日那天你居然就是12点之前就上床睡了，就是那一刻我就突然有一点觉得，虽然看起来这个年纪不大，但我就觉得我嗨不动了，就到那个时间我就是上床睡觉的。李老师，你还有希望？你朋友还认为你12点之前应该在外面嗨。我生日祝福都是，哎呀 ，Melod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没有人要求我在外面嗨了，现在。但是我见过有一些有中年危机的男性呢，他们选择应对的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就瞎折腾，后来证明自己依然有男性魅力。我还有魅力。对对对，有一些人男生中年危机就是他突然间把自己打扮就是跟20岁一样，这样子就是走到以前这样。这就是那种不坐下来要趴下的那种类型了。对，我觉得其实像黄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我很感动的就是格力跟你讲那句话的时候，他就在你身边，他非常坚定，就他就是在告诉你 it's ok， 你坐下来 it's ok， 因为他就在这里。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要不然我们永远就像你是永远无敌的，你会认为说我一定要 OK， 我一定要 OK， 是的，但是你有一个身边很亲近的人告诉你说 It's OK not to be OK， Just let it be， right？ 是的。哦，对，这个就跟王诗晴跟季焕博其实是反的。对，因为他不理解他，而且他说我可能以前让他觉得我需要他，给他留下一种错觉。嗯，我觉得老季应该是能感受到的，王诗晴就对。不再需要他，而且其实他现在反而比较需要王诗晴。但是我有一点同情老纪，觉得他明明这个东西，他是在可能在几年前，明明就是王诗晴需要的东西，怎么突然就不需要了？你突然不需要了的话，那觉得有点忘恩负义啊。哦，有一点。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其实是会默默的角色互换的，真的。对，就是。这没有一个明确的交接仪式。对，所以我觉得像老纪他在这个行业里，我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最大的让我的感动是叫做他还在自己有机会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我做了一个取舍，我把我的所有的机会都给你，我陪伴你，我去让你实现你的梦想，你的价值。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愿意去给出来的时候是很伟大的，很无私的。那这样比较起来，王诗晴就感觉我在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王诗晴，我觉得可能大家看起来总觉得是老纪一直在控制他，但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那么弱势的人。嗯，